阿尔塔索达尔执行官，艾尔的幸存者安全通过了这月门。然而，在撤退的混乱中，我们与菲尼克斯和瑞纳失去了联系，恐怕他们已经被异虫吞噬了。不用担心，阿尔塔内斯，菲尼克斯是我们认识的最优秀的战士。 而那个人类瑞诺在过去也展现出了他的高超手段，我相信他们肯定能安全抵达这里。但在我们等候他们音讯的同时，我们必须侦查周边的地区，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来建立永久驻地。等我们驻扎下来，就可以开始搜索黑暗圣堂武士。 有何战斗需要？荣耀指引我，维拉顿。我渴望战斗，维拉顿。执行官，在萨古拉斯上有异虫，他们肯定是控制了艾尔的遮月门。注意，伊萨特。 回来的这些怪客看起来有些暴躁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兄弟。没错，这些名为异虫的生物完全无视生命的圣洁。等我们肃清这片区域，我会在会议上将我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。我肯定族长一定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。 执行官，我们收到了来自瑞诺和菲尼克斯的通讯，他们还活着，而且正在试图夺回艾尔的遮月门。我们必须马上在这边确保遮月门的控制权。
需要。Thank you.
为了爱儿。正在与敌人交战。
你们只要记得好好相处就行了，明白吗？祝我们好运吧。